今天有件事想要跟大家讨论一下，就是我在家的时候都感觉很舒服，可是当我在外面的时候，明明有些地方看起来很干净，可是为什么就会让我很不舒服呢？而且我发现有越来越多人这种症状，所以我现在想要测试一下。好啦，出门啦。你好，哦，我没有提供电源。电源？怎么可能没有？是红色的，所以呢，这时候你就给他点时间。嗯，我觉得大家应该没有觉得我是外咖吧？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变绿色了、欸。Oh my god！哦，这样子也可以感应得到哎、欸。有测到，测到，很好奇，这一个人，这几个人很好奇，你要 say hi 一下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不好意思，这个机器是。空气清净机，我本人对那种空气啦比较要求，油漆是不是有什么甲醛啊？你相信没有？相信我，快点相信我，我们这油漆都是无毒。你看到这颜色，看哪呢？有些事情让我非常的惊讶，有些地方我们看起来非常的干净，但事实上并不是那样，在空气中。有些很小的粒子，我们是肉眼没有办法观察的。经过我的 brother 来帮助我，我才能真正的 make sure 这个地方 the clean or not。我觉得你们应该要了解。